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。他们是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曲薇老师，欢迎；情感导师莎娜老师，欢迎。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，请看。虽然我们年龄相同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和他有太大的代沟了，他的思想太古板了，我们根本不能正常沟通。他太自私了，总是想让我按照他的生活方式来生活，只要我不听他的，他就开始挑我的毛病，我真的快忍不了了。我觉得年轻人就应该疯狂一点，但是他总喜欢安于现状，根本不像年轻人。我现在的生活一点激情都没有。他做事情总是很冲动，走一步看一步，根本不为未来考虑。我只想要平平淡淡的幸福，难道有错吗？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王24岁，来自内蒙古职员；小袁24岁，来自四川，酒店老板秘书。欢迎两位哈，这属于养眼的这个小情侣啊，都高高帅帅的。谈了多久？一年多了吧。怎么认识的呀？因为我是做兼职模特的嘛，然后我有一次兼职的时候我就见到他了。你也是兼职模特？对。啊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加了我微信，然后我们谁加了谁微信？他加了我。就我主动加他微信嘛。啊。就是他长得我觉得挺帅的。啊。就加他。对，你看川妹子很泼辣啊，我们喜欢我们就马上加。说白了就是你主动的呗。对。啊，后来呢？后来我们慢慢就是约出去吃饭呀，然后就慢慢的熟悉了，熟悉了之后就在一起了。这不是挺好吗？今天为什么来呢？就是我们两个在一开始的话，我觉得她的性格也挺好的，就是很活泼，然后很阳光的一个女孩，我也挺喜欢的。然后我们两个刚开始也很甜蜜，然后再往后我就觉得就是她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我跟她沟通就很有那种代沟感。我没变啊，我一直都这样。她大学专业学的是高分子专业，我就觉得她大学毕业之后应该去找一个有关的工作啊，然后这个在他的能力方面也能有所提升，然后也能在工作上创造一些价值嘛啊。然后他倒好，他父母给他找了一个酒店老板秘书的一个工作，这然后他直接就去了啊。对啊，就挺好的呀。不知道你在想些什么？这种工作当一个秘书不就是给人跑腿的吗？有什么价值呀？那你可太小瞧秘书这份工作了。作为一个刚入社会的一个青年，去做老板的秘书，我就觉得相当危险。就是在这种工作环境，这哪危险啊？我不放心他。而且这工作是我父母帮我介绍，就是帮我安排的，这肯定很可靠啊，怎么会危险呢？我就想让你换工作，你不用听父母的，咱们俩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多好呀。为啥不听父母的？咱们找一个适合咱自己的工作，你去做那个酒店秘书，你有什么好呀？不，我觉得你这思想像个70-80岁的老年人。对。对，你怎么会对某个职业戴一个有色眼镜？你是老了，对吧？不是，对吧？我们两个之前不是做兼职模特嘛，然后我们两个就会发一些照片，就是做模特的照片，这个也是为我们自己的一个宣传。然后他老板要管我女朋友的那个朋友圈发他那些照片，这很正常啊，这很不正常。我的一言一行，那我的朋友圈那肯定都是代表公司的形象啊。对于公司是一种影响。那肯定，我要是影响了公司，那老板说我很正常啊。这怎么就正常了呀？你在上班期间你老板管你这是正常的，但是你的私生活他为什么管你啊？所以说我就觉得那个老板有问题，我就想让他换工作。那当不了，我新开一个微信号重新发，我再发那些其他我兼职的。还有更过分的，他老板经常带着他出去
去出差，出差正常，出差就出差了。对啊，正常啊。是，如果是十多个人一块儿出差的话，我就不说什么了。我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。他老板带着他单独去出差，那我是他贴身秘书啊，那他的行程安排，主持人你听，他所有的东西都有我安排、啊，他都说是贴身了，你什么龌龊思想？他两个肯定有问题，我现在就感觉我脑子顶上绿绿的。啊，不是你这，你不能这么想，就是他要真有什么坏心眼儿，几百个人出差也坏了，他没什么坏心眼儿，两个人出差也没什么事儿。你对你女朋友有信任感吗？我信任，但是我就是信不过这个老板，因为我们有什么事儿他就要管一下。我就觉得他干脆换一个工作就算了，然后他还那么保守，为什么要换呢？就要听父母找的，他就要听父母，就要听父母的，怎么了？那父母说的话肯定是对的呀。不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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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快言快语的，你喜欢这份工作吗？我喜欢。这个工作给你带来快乐了吗？是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价值啊。这个岗位慢慢做，做上去你工作经验丰富了，那是不是可以往上晋升？什么经理、总经理，再往上晋升呢？他就是瞧不起这岗位。我怎么能瞧得起啊？你那个工作你再往上干，那酒店也是人家老板的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之后有经验了，我可以自己创业啊，我自己开公司，我自己当老板啊。一个月就拿那么一点小工资，你怎么去创业啊？那我慢慢拿呀，我越存越多，那我肯定之后就可以创业了呀，我自己可以开公司啊。你就是想法固执，你就是保守。你就是爱折腾，我就特别讨厌你折腾。他折腾什么呀？他一直就喜欢桌游，然后成都的各个店他都是常去常客，然后那边所有老板娘都喜欢他，就让他去做主持。你那个是断章取义，你只看到了老板娘，你没看到老板，你就说老板娘。然后他们就有时候玩得很晚了嘛，他们就约出去喝酒啊吃饭什么的，就去那种特别嘈杂那种场所，他就老叫我去，然后我就跟他去了嘛。去了之后呢，那个环境我真是多一秒都不想待，这个又乱又嘈杂又烟雾缭绕的，我感觉我身体都是被那烟烟都要被熏死。我觉得就是应该年轻人就有年轻人的社交方式啊，我觉得带得去没有错。他平时生活就老气沉沉的，跟老年人一样。我就是想让他去多去见识见识年轻人应该怎么去生活。不是年轻人应该怎么生活？就是把他拉到这个世界。你能让我见识见识见识吗？就是自从他参加工作之后。我们的感情他就不怎么关注了。一开始我们之间用的那个微信头像都是我们的合照，然后后来他自己就换了，换成那种山水的那种头像啊。那我本来就那样的呀，我就是那种平和心态，我就向往大自然。然后他朋友圈会发那些什么鸡汤悟道的那种文章，那不很有意义吗？我也带过来了，我也带过来了，可以看一下大屏幕。你看他发的这些，培养的爱永远成不了真爱，这种培养的感情最多是融入生活，这是什么之类的？这不对吗？这些不都是这边是谁的吗？这边是谁啊？右边是我的呀，这不就是年轻人该有的朋友圈吗？你这个朋友圈不就是跟四五十岁中年人一样的吗？那谁说中年人就应该发这种？那我就想发，我就喜欢。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很有意义，他喜欢唱歌。他唱的那什么歌呀、啊？那都是上世纪的歌，他就跟上世纪的人一样。好听呀、啊，你会不会欣赏？有没有欣赏水平？那主持人，你听听他唱什么歌？你听听。那我就唱一个。夏天，夏天悄悄过去，留下小秘密。呀，心底呀，心底不能告诉你。这不好听吗？大家听一听，不好听吗？我们这个岁数当然是觉得好听了啊，对吧？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当然是好听了，对吧？好听是好听，但是。他一个年轻人就应该唱一些流行歌曲啊，而且、我发现你脑子里面有好多条条框框，哎，你真像一个90岁的老人了，兄弟。对，他才固执。因为你条框太多了，你给好多事物都定了一个界定，定了一个标签，定了个范畴，这个在我看来才叫僵化，你知道吗？你在界定年轻人该做什么，中年人该做什么，这个在我看来才是僵化呀。他可以有他的喜好啊，跟他的岁数无关啊，只要他喜欢就行啊，不代表他木气啊。但是他唱的所有的歌就没有一个是那种流行歌，然后他喜欢做的事儿都是中老年人爱做的事儿，就比如说我们两个去约会，那平常牵牵手去逛逛街，然后看看电影吃吃饭，这都很正常的事儿。他倒好，他喜欢养生啊，这个我就不多做阻拦了。他说要运动嘛，好，然后他又说骑自行车，我觉得也不错，现在有好多人去骑那个山地车，都有组织什么的。然后他倒好，他选那个什么
共享单车去骑，那不挺好吗？共享单车就算了，不能骑、啊、他一骑30-40公里，然后骑到晚上半夜2-3点才能回家，谁去约会骑到半夜2-3点然后回家，这约会有什么意思啊？那谈恋爱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不，恋爱也谈了，身体也锻炼了，这不多好啊？那总共四次都是骑自行车吧？让你身体更健康，活得更久啊，这不挺好吗？你见过谁骑自行车能少个10多块钱、20多块钱的呀？那怎么了？我就喜欢。我就觉得他就是跟那些公司的那些老客户相处多了以后，他们那个老年思想就已经完全把他给影响到了。老年人骑共享单车骑不了10几公里，那我们这些中年人我们骑个10几公里都费劲呢，你不要给戴帽帽好不好？你喜不喜欢你姑娘现在？喜欢。那喜欢不就行了吗？喜欢就学着接受吗？你喜欢什么呀？你喜欢喝酒，还喜欢什么？年轻人这些也是有原因的啊，就是我父亲1年前去世了啊，然后我当时就想，我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了，我就得多挣一些钱嘛，所以说我出去社交也是为了去多去找一些赚钱的机会，就是我就很明白，我现在只能靠我自己了。就是他不一样，他能靠的父母，我就觉得就是我在这个社交能力还是有一定长处的。然后我就不喜欢他这个把这个社交达人灌到自己头上啊，那狐朋狗友什么什么朋友都交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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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社交达人，那你偶尔去一下就行，那你为什么天天去？那你还为什么天天跟老板出差呢？那是我工作应该的。还有就是有一段时间在有声主播的那个平台上认识一个朋友，就是一个女性朋友，然后他就是觉得我的声音条件很不错，觉得我可以跟他一起做那个声音主播，然后我就答应了，这个也是一种赚钱方式嘛，我就跟他一块儿去搭档主播聊聊天什么的，就是炒一炒直播间的气氛嘛。然后每次下播以后他就是不高兴，就给我甩脸子看。你知道他们怎么炒气氛呢？那两个打情骂俏的，这不知道的是什么恩爱夫妻，什么小情侣呢？哪个女朋友听了会不生气啊？平常他们还录一些配音作品，全都是那种男女之情的，大家听一下。听听啊！我的心给你了，我喜欢子琪，你能不能试着喜欢我？我愿意嫁给子琪。来娶你了，好久不见，谢小姐。若是心悦，本小姐怎么这么好看呢？不可辜负。三尺有灵，日月昭昭，天地山河为媒。你是我的妻子，你是我的丈夫。柳玉如，顾九思。这谁听了谁不生气啊？这哪个女朋友听了会不生气啊？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小说里的一个片段，我们只是照着读而已。是是是，而且我们发这些作品就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粉丝，然后我们有理解理解理解对。那你们俩肯定是有点什么，我们只是一个有什么感情，那肯定是注入感情了才会配出这样的声音。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么扭捏，这么我们不用感情去读这些作品的话，怎么去吸引粉丝？这两个脑子里面带了一堆枷锁的年轻人啊，女生看不上男生在职业的尝试，男生更看不上女生在职业方向上的选择，是吧？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看不上彼此？就还有自从他接触这个主播行业，跟那个女主播搭档之后，然后他们俩就天天发语音给我发文字信息，就冷冰冰的，他们俩就聊得热火朝天的，然后就反正又很亲密，他就特别装的那种，我觉得他就不正常。谁装了？那肯定是直播的一种，肯定是变心了。我觉得那只是直播的一种那个声音状态。我给他发语音，那只是不知道现在谁是他女朋友，我语音里面的那个毛病，让他挑毛病而已。而且我也给你发语音了呀，你怎么不听呢？我听了呀，那我开完会我也听了呀。我每次给你发语音，你就说你在开会，你就不想听。就是啊、然后我给你发语音，你还发那个什么那种花开富贵那种表情包，就是那个中年人用那种表情包，我看了我就不想给你发语音。然后你还说我声音端着，说我声音不好听，我就不想给你发语音。我怎么了？行，哎呀，这折腾的年轻人，家里都是独生子女吗？是，我不是，我是那个还有个弟弟。跟你、这个、他还有个弟弟。主持人，您听说过有一个词叫伏地魔吗？现在他就是那种伏地魔。就是他对弟弟那种溺爱、宠爱就已经过了度了。就是我们平常出去，这弟弟很正常啊，亲姐姐疼弟弟、啊。我们平常出去约会也不会消费太多。你也知道了，就是骑个共享单车，顶多再吃个饭。然后就算是纪念日，我们送的也是那种几百块钱的礼物，也不会太贵。他倒好，他弟弟要那种几千块钱的球鞋，他眼睛眨都不眨一下，直接就给买了。你说这种不是算是那种伏地魔吗？就宠爱弟弟，那自己亲弟弟就是该买啊。我爸妈从小就说，因为弟弟是家里老幺嘛，那肯定要受宠啊，那什么最好的都要留给他呀，那自己
自己再考虑，就是最后再考虑啊，这很正常啊。那弟弟要那么贵的球鞋，他不会跟爸妈要吗？你工作你才挣多少钱啊？然后跟你要，然后你眼睛眨都不眨一下，你也不考虑咱们现在的生活，你直接就买了。那他也肯定也有问父母要啊，但有时候肯定问我要，他就紧揪着我这一点，他说每次都问我要，他只是他看到了几次而已。说到他父母，就是前天买的。他父母还让那个他弟弟来成都上大学，因为我们两个都在成都生活嘛，然后他就是让我女朋友把弟弟接过来，提前适应那个成都的生活。嗯，然后我一想，这个肯定不好啊。这怎么不好了？那弟弟在你心中地位那么高，那来了之后呢，肯定是家庭地位最高的一个人啊。你之前也跟我说了，必须得跟弟弟搞好关系了以后，是啊，才能跟你谈恋爱。他是我的亲人，那肯定啊。你这是什么话呀？这还不是你思想保守啊？这还你家那一套啊？你就是听父母的话。那主持人，还有他更过分的一点，我弟弟就是接来成都之后。他就跟我弟弟说，要多谈恋爱啊，什么多交朋友啊，然后还要疏远姐姐，而且这什么话，这是挑拨离间呀、啊！而且他让他交朋友，你这道听途说，谁像他一样天天交这些狐朋狗友啊？我这让我弟弟好，我原话可不是这样，我原意思不是这样的。我跟他弟弟说，就是让他去其他大城市去发展，然后这样的话，他也能更好的去独立，总不能一有事就全找这个姐姐吧？对。而且他如果来成都之后，他找对象，他姐姐要管；然后他出去跟朋友玩啊什么的，他姐姐还要设个门禁。这还有那种大学生就是成年人那个该独立的那个劲儿吗？我们之间还有这么多问题没有解决呢，再把他弟弟接过来，我们的问题还解不解决了？我们有问题吗？我觉得我们没问题，是你自己在那瞎想，自己瞎猜。就主持人，就还有过分的一个点，自从他父亲去世之后，他就整个人就特别极端。特别的冒进，就是那个花钱都大手大脚，就有多少花多少，就是那种。然后就是他还喜欢那个手办嘛，买一两个我觉得能理解，因为他的爱好嘛。但他买一堆，天天买，就是我哪有天天买、啊，就是经济。我最喜欢的我才会买。那你买那么多有用吗？我喜欢呀，我在我青春的时候买到我想要的东西，我难道不开心吗？难道等我老的时候我再买我年轻时候喜欢的东西，我还能心情一样吗？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老了之后买年轻时候喜欢的东西一样啊，过来人告诉你没事儿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对 啊，咱们不吵啊。还喜欢他吗？啊，喜欢。你还喜欢他吗？喜欢。别咬着牙说呀，喜欢就喜欢，不喜欢就不喜欢，说真实感受。就是只要我们能沟通的更多，我就更喜欢他。就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，我就没办法静下心来喜欢他。好好好。这个主持人还有，就是我还有啊。就是我就喜欢存钱嘛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就我们俩挣的钱就是存到一张卡上，到时候呢我们结婚啊生孩子买房子买车肯定用得到嘛。嗯。然后他呢一点这个就是这种观念都没有，一点规划，对未来一点规划都没有，就天天就花钱，就知道花钱，就是月光族，就包括他的身边的那些朋友同事就全都是跟他一样，我觉得特别幼稚不成熟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反正我就想就是多存点钱。那像攒钱也不能像你那样攒啊，你那样天天约会你就骑共享单车，你也不跟我，你也不跟我真正出去约会，也没有那种出去一起玩的那种约会。那我们俩在一起不就行了？就管他什么约会，在一块儿的就要约会啊。那没有那种甜蜜的生活，怎么算是谈恋爱呢？一点都不甜蜜。哎呀，我说这个多存钱就甜蜜。对。钱就别存了，能不能走到那一天都不一定，何必把钱汇在一起呢？你觉得你们俩配吗？现在我觉得挺配的。你们俩配吗？不太配。你们俩不是不太配，你们俩是太不配，思想上格格不入。这个没有什么对错啊，没有谁对谁错，只是你们可能在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向和生活方式。对，在追求的过程当中，可能追着追着就掉队了嘛。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在沟通当中，说最多的词儿就保守啊。保守永远不是一个外在的形式，而是内在的思维方式。而这种思维方式，一旦固化，伤人于无形。小伙子，你太多的条条框框了。你想一想，如果谈一场恋爱，你的女朋友职业得变，爱好得变，这个花钱生活方式都得变。他变得越多，那就证明你找的人
就不是他，而你口口声声说的爱，也只是爱你的标准。什么叫爱一个人啊？真正爱一个人，你说欣赏对方，你总想改变一个人，改变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呀？因为你认为他不好，做的不对，你才改变他。当然我也得说，你们年轻刚谈恋爱，可能不太懂得这种规则，这是最起码的对人性的尊重，对人家职业包括人家的自律的信任。他能不能自律，在谈朋友的时候注意和外界的分寸和尺度，那是他自己的事儿，你看也看不住。在谈恋爱过程当中，你只是一个验证，你要做的就是这个人到底是符不符合我男朋友的标准，他符不符合我女朋友的标准。改来改去面目全非，你都不知道你爱的到底是不是他了。所以不要去改，去观察，去体会，然后慢慢走着，大家都很舒服很自然的时候，越走越好的时候，嗯，他是我最爱的，他也是我最喜欢的，这个时候是最舒服的。琢磨琢磨吧，两个人如果这样下去，你们不可能在一块儿的。在爱情当中，先要了解自己才能去接纳对方，如果都不了解自己对爱的需求是什么，何谈对对方的理解和接受。我觉得你俩就是这个问题，你们不了解自己想要什么。男生，你想一想，你为什么会和这个女孩子在一起？因为她很大胆跟你要微信啊，她很主动啊，她有种风风火火这种辣妹子的感觉啊，一马向前，就是这种性格啊，就是弟弟我就得管。那我是她亲姐姐，谈恋爱甜蜜，在一起就是甜蜜，这就是她性格啊，这就是你没有的啊。她就会攒钱啊，她不像你一样天马行空啊。你喜欢的不就是这样的她吗？为什么要让别人跟你一样呢？女生也不大了解自己的需求，你想你喜欢他什么呢？如果这个男孩和你一样，一点也没有那种洒脱，或者说他对花钱上非常的谨慎，像你一样攒好每一分钱，你从他身上还能看得到那种你喜欢的大男孩的感觉吗？刚才主持人问你说你还喜欢他吗？你不加思索，喜欢啊。对啊，你喜欢的就是他和你的不一样。如果走了一年的路，发现我的初衷变了，我不再喜欢这样类型，那就换。如果觉得未来人生啊，我再找一个和我一样的会很无趣，我喜欢不同，那就包容。所以不要纠结，你只要保持一致，我喜欢他就接受他的优点和缺点，我不喜欢他我就坚定的离开，祝福他，我们的感情就会顺利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你们到了抉择的时候，了解自己的需求，做好今天的决定。谢谢。哎呀，我不看好你们俩的关系，你们是始于观感，但止于了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都不能相互去理解。我们看，对于一个人来说啊，什么重要？三观、爱好、职业、圈子，这么重要组成的人的这个要素，你们全权否定对方的。那说白了，你们在一起就是一个误会，美丽的误会。如果当在这个误会当中，你还都想改变对方，就会出现什么呢？双标。我可以暧昧的对女主播做感情的投入，对吧？但就不可你和老板出差。我可以去蹦迪，哎，但就不接受你那个老年人的生活。哎，这就是在用双标来在伤害对方。所以很多感情就是这样。看上去挺美丽的，但就是走不到一起，缺少的是什么？真正核心的爱，都是想通过改变对方来让自己舒服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与其去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你改变，你要改成那样，不如啊，站在对方的边上去改变自己来影响他。圈层文化是重要的，我们的融合也是必须的，没有天生下两个人就是天生就是很契合，都是有矛盾，但都是在爱的过程中去磨合走到了一起，求同存异，可你们做不到啊，所以我不看好，就这样。分手，立刻，马上，别耽误彼此的时间啊！南辕北辙的两个人，谈不上什么喜欢、吸引和爱，你俩整场在台上就是一个感觉，含沙射影，这边说那个陪老板出差，那边说他跟女主播，你们这不就是对对方？
完全的不信任和对自己的不自信吗？你如果那么不信任他，你不觉得你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吗？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，然后跟老板出差就能怎么着，然后每次被这种说了之后你还不反击。如果一个男人在这种事情上对你有侮辱的话，这样的男人你还跟他在一起吗？这是我的工作怎么了？你也是，你不信任他，不信任自己的男朋友，你觉得他跟女主播配那个音就怎么样，那你就走啊。你觉得他去的那个环境乌烟瘴气，不健康不养生，那你找一个陪你养生的人啊。所以你俩特逗，就是谁都看不上谁，谁也瞧不起谁，谁还离不开谁，那不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吗？赶快抓紧青春的时间，干点自己该干的事儿就好了，好吧，谢谢。瞧不起是真的，看不上也是真的，离不开是假的，这世界哪有什么离不开呀？来面对你的女朋友吧。啊，为什么她不离开？是因为女生心里没有这个底线。在亲密关系里面，如果有一方在这个问题上对你进行了羞辱和纠缠，是可以翻身就走，因为已经代表了她在内心对你的不尊重和不信任。但是我还是觉得她可能是不成熟吧，我愿意就是还是给她时间吧。给他时间，你还是给你自己时间吧。你等他成熟，也许他越成熟他越看不上你这套价值观。你们俩不是因为年龄代差的问题，不是，而是对事物认知和思考的方向不一样，这个其实是最难的啊。选择题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刚刚我也想了一下，我们一直以来应该是我做错了一些，就是我的思想确实出了问题，我觉得我的做法还是有一些自私了，我觉得我需要有一点时间去慢慢的做出一些理解和改变。我觉得我可能也是有一点错吧，之后可能会有一点理解他的这种折腾，但是呢也不能毫无底线没有边界的这种折腾，这种瞎闹腾，然后之后我觉得他应该是会改变的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坐吧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登录优酷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吧，于老师预测一下。哎呀，年轻人都不服输啊，我估计他们得撞上南墙才能好好的想一想。双输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也会双输呢？就他们这种状态，虽然别人看着并不合适，但他们自己愿意继续前进。我就双不出吧，虽然这是你的愿望。对，我觉得他们也会双出。我觉得是双不出。来吧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开门。哎，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，各位请见证。来，请亮灯。祝这对年轻人在这段恋爱关系当中能够成长吧，因为对年轻人来说，有时候成长比什么都要重要。来，了解下一位嘉宾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我们都有过一段婚姻，本来以为他跟我一样大气成熟，可没想到他为人处事就是个小男人，总是斤斤计较。我觉得他就是太强势了，什么事情都不上心，根本就是不在乎我们的感情。他总说我管着他，但我觉得这才是在乎他的表现。我觉得他就是太敏感了，还特别要面子。他总是大大咧咧的，
对异性也没有什么边界感，我想为他多考虑，可这样的相处模式，我真的累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张先生38岁，来自河南，行政管理；高女士44岁，来自天津，旅行社业务经理。欢迎两位啊。怎么了？我们两个交往了大概有1年的时间，然后这个交往的过程中呢，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然后他的这种大女人的这种状态让我特别的困扰，所以就我们两个之前呢都有一段自己的婚姻，然后他呢有一儿一女，然后有一天晚上呢，他是说去爷爷奶奶家看孩子，结果到晚上11点多了，我给他打电话发信息，他都没有回我，我就着急啊，结果再打电话再发信息，他就把我给拉黑了。我都跟你说了去看孩子，然后孩子那天呢非得磨我，让我哄他睡觉。您说哄孩子睡觉呢，他老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给我打电话，没完没了的。你哄孩子睡觉，你提前个10秒钟，你提前个10秒5秒钟，你给我发个信息，怎么了？你提前告诉我一下怎么了？哪有那个时间、啊？我是担心你好不好？哪有那个时间、啊？我担心你万一出什么问题了怎么办？对不对？你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一点小事我是为了担心你好吗？我是关心你，对不对？还有啊，他每一次他出去，不管是谁攒的局儿，他出去吃饭，他都乌泱泱的抢着去给人结账。你说那是什么朋友？哪有说10次9次都让你结账的，对不对？出去外面吃饭去，抢着结账，那是走朋友关系，花点小钱怎么了？我又没花你的钱。花钱没有关系，但是那有几个是你真心的朋友？有几个是真心待你的，对不对？那人家拿你当冤大头是不是？在外面经营，在外面工作，就是要多交朋好友。花点小钱我担心的是什么？我担心的是什么？对不对？咱们两个是处朋友的，咱们要有美好的未来，对不对？有句老话说什么呀？吃不穷，穿不穷，算计不到才重用，是不是？你跟别人倒是哥们儿义气了，你跟我呢，对不对？我跟你我也没算计啊，我不也给你买礼物吗？他老是说我管他，结果呢，他想在我的单位给我树立一个妻管严的一个人设。有一次下雨，我们有一女同事，然后跟我是顺路，然后家住附近，结果。我们女同事打不着车，然后说那个张哥，你那个顺路捎捎我吧。我说行啊，反正都顺路捎一下呗。结果这事儿让他知道了，非得让我打包票，说以后不能接女同事。我现在因为这个事儿，我身边已经没有可以说话的女同事了。你接女同事，你对吗？他都答应我不再送人家了，可是隔三差五的送人家，那不要紧，你愿意送我就帮你送呗。说到这事儿啊，更奇怪啊。他自己下班点儿，他开车到我们公司楼下，当着那么多同事的面，然后说：“哎，那你以后你别坐我对象车了啊，我来接送你。”你说这里有你什么事儿？本来没啥事儿的，让你弄的，本来没啥事儿，让你弄的这事儿，好像我们俩之间有什么事儿似的，对不对？那不更给你面子吗？一看你媳妇儿都帮你去接送人家去，你不更有领导面子吗？你这是给我面子吗？你让我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好吗？这叫抬不起头，我认为这就叫给面子。还有主持人啊，每一次出差他都让我。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发各种各样的小视频，举各种各样的动作，每一次发视频，我合作伙伴就说：“哎呀，你看张总他媳妇儿又开始查岗了。”你说让合作伙伴怎么想我，让我们同事怎么想我？我那叫查你啊！我那不是关心你吗？你关心我，你还说这个事儿啊？主持人，我过生日啊，我提前跟他说，我说那个明天我过生日，那咱俩也不出去吃了啊，咱就在家我做几个小菜，然后咱们那个吃顿饭。结果到11点多了。人也不来，电话也不来，信息也不来，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我本身就忙，你应该打个电话提醒我一下，对不对？你又不告诉我，我就不想给你打电话了呗。我就专门不给你打电话，我就看看你对我关心不关心。对，你还总说我都不能给你了，你看看，就因为没给你过生，你不还给我拉黑了吗？对啊，我就让你感受一下这种感觉，对吧？你说你在乎我，后来有一次啊，他要去香港带团，我说那你补偿我吧。然后你给我带一个那个夹克，结果好嘛，你猜送了个什么？给我送了一个185的。你说跟你处对象的人，这人175还是185，你自己感受不到是吗？那不是拿错了吗？我是给人家领导也捎了一件，然后这样我就大大咧咧的，就没看码就给他把就拿错了。你这是拿错，我这是说拿错的事吗？回来这家跟我闹的呀。这是因为你对我不上心，你对这份感情不上心。我想要的是什么？我想要的是你对我的关心好吗？对这份感情的珍重好吗？我是差你那点礼物对不对？我自己挣的钱也不少，我就烦的就是你这种大女人的这种状态，一弄就是哎补偿不偿你给你买点礼物，我差你那点钱吗？我
那你要怎么样呢？我想要的是你对我关心，多关心关心我。我对你还不够关心啊！我觉得我做的已经够好了，我就这样的人，我不可能说像你说的那样的，我做不到。还有啊，他想开个美容院，然后有一个男老板呢想跟他合作。这男老板呢，平时也对他比较有意思，然后隔三差五的给他送点礼品啊，然后请他吃顿饭呢。他呢，本来跟我处的对象，你说跟异性之间你得有分寸感吧？他也接受人家礼物，也去跟人家一块吃饭。你说我心里怎么想？我们本来就是正常的合作伙伴、朋友关系，送个小礼物都是很正常的。我就是因为怕你拈酸吃醋，怕你多想，我还直接让人家老板请他吃饭。我说你跟他解释解释吧，难怕我生气了。人家请他吃饭，给他敬酒，不搭理人家，也不跟人喝酒，也不理人家，就这么特别特别没有面子，一点都不爷们。我是差他那顿饭嘛，我是想让他请吃饭嘛，对吧？我想要的是你跟他有分寸感，划清界限。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，我想要的是这个，而不是说敬一杯酒吃一顿饭就解决了。男的送女的礼物不都是那些化妆品那些美容东西吗？对不对？你认为不应该？我觉得很正常，我们都这样，没那么多事儿。我想要的是你对我的关心，是你对我的关心，没有那么多事儿。还有啊，我这边呢，我自己的孩子的抚养权在我前妻那儿，然后呢，我前妻那儿然后出了点有点问题，然后想把孩子的抚养权给我。我这边呢经常出差，然后工作也比较忙，然后我正想着怎么更好的处理这个事儿，结果这事儿不知道怎么着让他知道了。好嘛，这大女人的状态上来了，一拍桌子说，嘿，甭管了，这事儿我给你解决。然后就去我前妻那儿给人家又送礼物又请人吃饭。你说这里面有你什么事儿，对吧？不就因为你不解决吗？他说他解决好长时间他不说话，可是呢那个抚养权不可能要过来。你要跟我在一块儿本来是没有孩子的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又惦着把孩子弄过来，我肯定要去跟他谈一谈这个事儿。我说了吗？我说惦记你要跟我在一块儿过日子，怎么能带孩子呢？这咱们这婚怎么结？我不能说一下子回绝吧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你这种大女人的状态，你去了你伤害了人家怎么办？我怎么就得伤害他呢？我为什么能是伤害他呢？但是你这种劲儿一上来了之后，你做事你都没有分寸，你还怕他受伤害？那要不你还接着跟他过也得，你甭跟我过了。我要跟他过，我还跟你好什么？我跟你好什么？那你还怕我伤害他？你怎么怕我受？对不对？你怎么不怕我受伤害呀？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什么意思？我想要的就是你对我关心关心。我对你还不够关心是吧？还要怎么关心呀？别掺和我以前的事，还想怎么样？对不对？凭什么不掺和呀？都抚养权都要过回来了，我还不掺和是吗？我说过了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？你不说话呀？问题是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呀？你不是不说话吗？我需要有时间来解决这个事儿。多长时间？你好嘛？你上来就去拍桌子，就上来就要去说这个事儿，对吧？问问两位哈，这么激烈啊？我这很恍惚啊，前半段觉得是夫妻，因为称谓叫老婆、老公，对吧？后半段听了又不是夫妻，那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啊？男女朋友。哦，男女朋友啊？对。嗨，我以为结婚很多年了呢，怎么认识的呀？在朋友的一个聚会上，然后当时呢，我们两个不都是单身的状态嘛，然后朋友也知道我们两个的情况，然后也有意撮合我呢，然后也看他那个比较符合我这种，对女人的这种感觉，然后也比较独立、比较自主，然后也比较自强，然后我就主动追的他，然后在一起，目前交往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。你们俩经常为这些事儿吵？经常吵，最近这段时间才开始吵这些事儿。我主要是就觉得他这种跟异性朋友之间都这种呼朋唤友的这种状态，就让我特别的心里不舒服。我自己觉得自己以前都挺大男子主义的，结果好嘛，来一个比我更强势的、更强悍的。我想要的是一个稍微有点小女人的一个状态，对吧？知我、爱我、关心我。那他不知你不爱你，也不关心你啊？他也，但是他做的事儿太没有分寸了。是，确实欠些分寸感。他就认为只要是说跟男的在一块交往啊，什么聚会吃饭喝，这不重要。那你们俩，你们俩都吃醋，你们俩都这样了，干嘛非要在一起呢？我是觉得自己也挺喜欢他的，然后不是你喜欢他什么呀？我就喜欢一个天天给你找别扭的人。以前喜欢给你一个，我什么这咱不差呀，不差钱啊，我差我是要这个礼物吗？不是，我不差这个，我差的是关爱。对，我就想让他多关心关心我。那因为我喜欢他，我对他的付出。你是有过一段婚姻经历的人，你应该知道，爱这个东西是求不来的呀。你们都交往一年，这个女人这么不爱你，你为什么不走呢？我很好奇啊。但平时呢，他也挺关心的。但是有一些事情上面呢，就是他这种大女人的
状态，就是这个劲儿一上，没看出来她有多大女人啊，她没做一件大女人做的事儿。我跟您的认知不太一样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定义一个大女人就是嗓门高，就是没有分寸。如果这是大女人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大女人要改写了，没有人愿意做大女人。反正就对我这边的话，然后对这段感情的话，然后多上上心。行，我知道，我问问吧，就是再嫁的一个条件是这个男人身边不能有孩子，是还是不是？不是，他当时说的抚养权是在女方那边，现在你跟我交往了，他那个抚养权要变过来。是啊，现在不是都一年的感情下来了吗？那边不是有了变化了吗？能不能把孩子带回来呀？不能。为啥呀？因为我们要过的是二人世界，不是说带孩子的世界。哦，对呀，所以我就说您是不是再婚，就是这个男士一定是不能带孩子的，您才嫁给他。就是一开始的时候，别一开始就说现在的情形和情况，是还是不是？跟他来说的是。那不就完了吗？这是一个针对你的特别条款，好吧？接下来再问，其实你也是母亲，对吧？你不接他的电话，你给到的理由是你在哄孩子。对。你跟他交往的目的是为了跟他过二人世界，你去哄什么孩子呀？每周都要有探望孩子的时间。所以这还是有留了特别条款的，对吧？他每周也带孩子呀，也看孩子。我问你呢，这是不是还有特别条款的呀？是啊，他提前都知道的呀。所以啊，你给你自己筑好了墙吗？这就是他为什么觉得差点意思吗？是见孩子。那我接着再问，孩子多大呀？在我们手里，五岁。孩子多大呀？五岁。五岁的孩子几点钟睡的觉啊？九点左右。当时打电话是几点呀？九点也打过，十点也打过。他是没完没了的打。十一点多也打过。对呀、啊。就是不回我。为什么不回呢？带着孩子呢，接电话不方便。带着孩子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怎么就不能接个电话呢？哄孩子睡的同时，我又也累了，跟着孩子就一块睡着了。所以他会觉得你心里是没有他的。当你思念一个人，想跟他过二人世界，晚上九点、十点、十一点分别给他打去了电话，他没有接，甚至拉黑了你。你觉得这个人是爱你还是不爱你？我是说我们以后婚后。我在问，不是说现在。OK， 好，现在不是。我在问，一个男人跟你谈恋爱，跟你说了我要去照顾孩子，结果你有事儿了，九点钟打他不接，十点钟打他不接，十一点钟打他还是不接，然后他还把你拉黑了。这个男人是爱你还是不爱你？我是去的爷爷奶奶家、啊、没问题。他是去的姥姥姥爷家。嗯，我问你呢。没问题呀、啊、这个男人没问题。对呀、啊、这个男人没有问题。你说是去照顾孩子，这个男人没有问题是吗？见孩子。 OK， 好了、啊、那我拉一个同事下班怎么就有问题了呢？因为他你我拉一个女同事下班怎么就会有问题了？你隔三差五总接他就不正常了。所以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吗？孩子和女人是不一样的。这是您的思维。对呀、啊、这个背后是什么？是信任吧。孩子也好女人也好，背后都是信任吧。孩子你是必须要见的。孩子也好女人也好，是不是背后都是信任这个词？算是吧。就是嘛，这不叫大女人吗？这叫胡搅蛮缠吗？没有必要嘛，咱是什么咱们就说什么嘛。这个背后深深隐藏的就是不信任的种子嘛，双方互不信任嘛。你信任他吗？你压根儿不信任他。他信任你吗？他也不信任你。孩子和其他的女人那是像不能相提并论的呀。孩子是你的骨肉，对不对？但同事也行，同事孩子是他的骨肉，他要为了跟你结婚，骨肉可以不要。不是说不要啊，好了好了，您是对的。抚养权，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。问他为什么九点钟打一电话，十点钟打，十一点钟打，他是不是担心？他担心的是什么？我就担心他跟对方，然后再有一个什么，不就完了吗？是不是前夫不一定嘛？也许就是以看孩子为借口跟其他人在一起喝个酒什么的嘛？这话非要挑明吗？都是成年人，我们说信任就互相脸上都有点光，对不对？就遮过去了，非要在那儿搅搅什么呢？搅孩子女人不是一回事儿，就是核心不就是双方并不信任嘛？你不信任他，他也不信任你嘛？这是你们俩一年交往下来最大的问题嘛？你觉得这个男人信任你吗？不可能。怀疑你的合作伙伴，他怀疑一切。为什么？往好里说叫在意，往不好里说叫不放心。你信任他吗？你显然不信任他。你不仅不信任他，你对这个男人的办事能力是存疑的。你看你做的事情，没有结婚跑到人家单位说你别坐他的车了，他老婆来拉你，这是什么行为？你告诉我，谁采取这么宣誓主权呀？您说说看，你相信他吗？
咱们讲理嘛。你什么人啊？偶尔的接送一次没有问题，但是你隔三差五的 OK 啊，那你应该治的是他呀，你应该离开他呀，你应该甩的是他呀，你怎么会跑到单位去那么去弄呢？那丢的是他的人还是丢的你的人啊？两个人一起丢啊。接着再说，你就看你做这事儿哪一件事儿不丢人。他说那句话对啊，他跟他前妻之间的事儿你怎么能参与呢？关于孩子的抚养权你怎么可以参与呢？这不是嫌他办事不利吗？那别人怎么想？这都是做妈的，妈妈听到这段话的时候会对这个女人是什么看法？你一会儿听听女性的意见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不想说什么，本来我就想把这个事儿点透一下，我就说双方缺乏信任，我就不想细说了。那非要较劲嘛，那咱们就较劲嘛。现实就是这样嘛，彼此之间信任基础比较薄嘛。因为有过一段婚姻，所以更在意自己在下一段婚姻当中我自己的感受嘛，自我感受被放大了嘛，因此就这样嘛，这不就闹吗？想往一起走，那肯定要打破很多东西啊，要不然你们来干嘛呀？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刚才赵川老师跟你女朋友对话，你看出什么来了？就是感觉可能是对我的不信任吧，但是我这一块的话，我就是觉得不放心，我想让这段感情走得更长远，我想跟这个女人一块儿共度后面美好的一生，所以我不放心她跟外面的异性的交往。你是38岁？对。其实应该能够看到很多在沟通当中的一些模式，而不是说你的这种担心。其实你女朋友的自我防卫能力太强了，越防卫说明她越恐惧呀。其实赵川老师只是问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他就敌对心理就出来了，就是不回答。1912922咱就说没关系，但是你那个心里一下子就什么情况，你是不是给我挖坑，你是要否定我，这个尺度就说明他的内心极度的惶恐，极度的想保护自己。你看到了吗？如果你要是没看到的话，那你们俩的关系相处下来我是挺担心的，不看好的。还有这位先生，你一上台那个嗓门太大了，基本上这个情侣夫妻在吵架的时候，在沟通的时候，嗓门越高关系越烂。在吵架的时候，这话还没说完呢，那话抢上来，那话没说完呢，这抢下去了，那更是无效沟通。最后你们比的是什么？比的只是分贝。这个不就是有点像小孩的做法了吗？这种沟通就很低级了。其实大家都静下心来，都能心平气和，那可能问题就容易解决。一喊一闹，大家都乱了，最后发现这个问题吵了多少遍都没解决，从来就没把这说明白。都是这么大个年龄的人了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就成了情绪的奴隶了呢？如果你们如果说这种沟通模式不能直面问题的话，在一块儿只能让彼此越变越坏，甚至坏得没有修养，那我觉得两人就不对了。那如果再这样下去就不如分了。哎呀，女士，你本身按照你这个年龄来说还算是积极阳光的人，还在努力创造价值，应该是一个独立女性的。可是你知道你在场上，我们作为同龄人我都替你流汗，太难看了，扯着嗓门大喊。我觉得现在的你不适合再婚。一，你没有底线，这个底线是起码的尊重与自重，你跑到人家单位去闹，不自重也不尊重对方，这样一个人怎么谈恋爱，怎么进入新的婚姻关系？第二，不付出。你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人家前妻照顾孩子出现了一些困难，想协商抚养权的问题，他要过来怎么了？哪儿不对呀？你立马，你知道你刚才嗓门把这房顶都快掀了，说好了都没孩子的，你现在要过来我们还怎么结婚啊？别结婚啊，你又不想负责任又不想多付出，你还结什么婚啊？你自己过不挺好的吗？第三，只想着别人对你好，听你的，按你的意愿生活，
那没办法，咱就一个人过也能过好。什么时候你觉得我愿意对一个我爱的人，对他的生活生命，对他的父母子女，我都愿意承担需要承担的责任的时候，你再去考虑再婚。你是咋了，非要找他？我就是挺喜欢他的，他这种独立自强的这种个性。独立自强的人多了，我比较喜欢他。能说出不要你带孩子这件事情，他就不爱你，他只爱他想要的。所以我不知道你在图什么啊，我觉得你也挺奇怪的，一上来急赤白脸死气白咧，非要掰扯个长长短短，你对我错，不是同路人。本来婚姻就很难，再婚更难，赶紧找一个适合你的呗，愿意陪你一起照顾孩子的嘛。既然你前妻现在照顾不了孩子，赶紧接过来呀，你还犹豫？你好意思说你犹豫吗？那不是你的孩子啊，克服困难也要照顾孩子成长啊，这是你为人父母的底线的责任啊。能找个伴儿，我祝你们幸福不孤单，不能找个伴儿，一个人把日子过好，把孩子养好，那别人也会给你们点赞。谢谢。两个人表现的都挺强势，但表现的越霸道心里越害怕，你们怕什么呢？我感觉你们俩在一起是为了疗伤的。前夫背叛你了吗？前妻背叛你了？那你为什么出来呢？因为之前的工作，然后对家庭，之前工作经常出差，然后对家庭的照顾不多。哎呦喂，那你赶紧回去吧，你对前妻有愧疚，怪不得人家害怕呢。对，确实。所以你啊，赶紧该干嘛干嘛吧，你不说真话。这个女生你应该很了解，她全在外面，全是假的，什么独立呀、啊，什么很强势啊，都是外强中干的一种表现。我就问你一句话啊，现在事业和这个男人对于你来说谁更重要？事业重要。当然了，想必啊，出去买一个大衣还得那个领导一份，男朋友一份。明明知道那个老板对你可能是啊，那个男老板可能对你是有想法的，还必须要在一起，因为能够获得事业，因为你心里极大的没有安全感啊，处处表现出来。你别表现的那种张牙舞爪，好像所有人都怕你似的。你越这么表现，心里越虚啊。你冲到他们女同事面前，你有面子吗？你冲到他前妻面前，你有面子吗？没有啊。这段感情不是用来疗伤的，如果还有伤的话，拜托自己先舔干净，自己去疗伤，否则这段感情就是畸形。你不太相信这个男人，因为你怕，因为你还没有从过去那段阴影里出来。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现在很靓丽啊，我觉得很自信啊。但是恰恰你在高声说话，你在反驳的时候，你变得很虚弱。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男人？他是吗？他如果不是，你能给他辨识吗？不可能的。把自己的事情打理好，该疗伤疗伤，该奔事业奔事业。这个男人如果不适合你，或者是你不相信这个男人，趁早拜拜。男生啊，我就相比这个女生来说，你更复杂。你更虚，你心里有事儿，你不说，这才让人琢磨不透。找一个你愿意心甘情愿的把自己心里话跟他说的那个女人更适合你，好吗？就这样。这不就是招之则来挥之则去的感情吗？对吧？你需要他的时候，你会去他的单位闹他的女同事，闹他的前妻。你不需要他的时候，你就给他一个185的衣服，把他的生日忘了。就在你空虚寂寞冷的时候，这个人得在，你得找存在感，就得作一下闹一下找一下茬儿，来代表哎，我是在意你的。但是当我忙起来，当我有事儿要干的时候，对不起，你离远点儿，你什么事儿跟我都没关系。生日不重要，我出门给你带件衣服就不错了，这还是他提醒你，拿回来还是一件错的码数。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种人生状态的话，其实一个人更好。你不觉得反而有这样的一个人给你添堵吗？也会让你自己在外人面前觉得你不是那么回事儿，觉得你也不分场合不分地点。而且他的孩子就算抚养权要回来，对你造成了什么影响和什么伤害？
怎么就影响到你们两个人不能结婚了呢？你也一样，为了一个女人就随随便便就说啊，我不是还没有商量的吗？我正在商量怎么着。以前西真有困难了要把抚养权给你的时候，你为了他还能不要孩子吗？这句话就不能从你的嘴里说出来。说出这样的话，为了你能不要自己孩子抚养权的一个男人，你敢嫁吗？亲生骨肉都不要啊，你敢嫁吗？就这样，都是受伤的人，就不要再彼此伤害了。看不上，不需要，不信任，就离开。他的态度是让我特别惊讶的。你把所有的火力全招过去了。如果我们在评价这一段亲密关系里面，说问题更大的人其实在那儿。你的问题全是浮在水面的，比如说因为受伤，所以表现得比较泼辣，防御机制过重，所以会做一些极端的行为。他不一样，我特别认同曲伟老师对他的那一段话。你不坦诚，你比你女朋友不坦诚的多，你太虚了。你要什么？你到底看上了他什么？我想要他多关心关心我。不，你看上了他什么？我看上他就是这种自主自强的性格。他一点都不自主啊，他更不自强啊。但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，他确实挺独立自强的啊。那说明这也是我欣赏的，说明你的眼光有巨大问题啊。这是依赖性多强的一个女人，她要靠很多呀，她没有那么大的力量。他需要别人关怀和抚慰啊，这是一只刺猬啊。别人还需要有一个人来抚慰取暖，结果你在那儿不停的索取，你要给我，你觉得这种关系好吗？供参考，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我希望我们这段感情能够走得长远，然后你放下你的戒备，我放下我的戒备，然后我们彼此关爱，然后让我们相亲相爱，然后最好是能够一起走下去。确实像老师说的，我是需要别人安慰照顾的，你要的我给不了，咱们两个人之间关系我再考虑考虑吧。嗯，也可能是我们交往的过程中我有一些事情没有跟你说得更清楚，然后我希望就是后面咱们有什么都坦诚相待，然后彼此呢，多相互的关心关心，多爱护爱护。我考虑考虑。哎呀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-2360-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的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吧，预测一下吧，两个人肯定走不到一块，双不出。我实在猜不出，想不出这男人找这位女士要干什么。啊，就是很莫名其妙啊。所以男出女不出。我觉得他要一个就是省心的、独立的，结果找了一个跟前妻差不多的，男出女不出。来吧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所以这个世界上你所见到的，你所听到的未必是真相。女生的态度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嘛，我没有那么爱你嘛。男生的态度就是曲总说那个，到最后都没说句实话，用了大段的篇幅在说我们要有一个美好的生活，最后他连出都不出。本节目由葵花药业独家冠名播出，修护胃黏膜，认准葵花胃康灵。再一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